4月6号，奔跑吧兄弟官方微博正式公布了队长邓超的古装漫画海报以及战之神单人形象海报。侠士主题的漫画版海报中，邓超化身蒙版武将，被冠以千年奇帅学霸侠的美称，文房四宝加身，邓氏兵法护体，蒙帅学霸会通古今。而真人版海报的邓超则一改逗笑风范，化身造型逼真的西季战神，身披赤色战甲，手握玄铁宝刀，目光如炬，威风凛凛，摆出迎战之姿，仿佛随时准备为正义而战。这两版海报中，超哥首次以古装武将形象亮相，霸气满满。据了解，这版形象是节目组贯穿整季的一个西季大片中的造型，不少网友纷纷猜测其他六只会是什么形象呢，真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作为跑男团的队长，超哥在节目中一直是兄弟们的守护神，伐木类们的大当家，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总是一马当先。此次海报中，邓超以文武双全的将帅之姿亮相，让人不禁会期待第4季《奔跑吧兄弟》超哥将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